请收看《卫星世界》卫星论坛。几千年，伏羲花瓜开天门，女娲载花九宫城，广禅老祖庙之声。一经心发苍天际，风水宗教离人间，为心生教尽重现，天下太平一万年。我们大家最尊敬的师父，还有今天参与论坛的圆道法师，还有圆鹤法师、圆堂法师、圆祖法师、圆昌法师，还有我们台中道场的住持圆立法师，在座的各位贤士同修，大家阿弥陀佛。今天很荣幸安排为主持这个我们的论坛，也条件说要带30个人，我很尽力的，好在也很不负使命，把应该带的人数都带来了，也谢谢我大安寺所有参与的同修以及在座的各位同修，大家阿弥陀佛。那因为今天规定就是说我们在讲五官嘛，那五官在很久以前大概我们都有论述过了。那今天的综合我也为了要了解说我该要讲些什么，但是有一件事情，7月24号那一天让我高兴到今天还在高兴，就是7月24号我们师父的开示。那我们的就是第三天的瑜伽法会，师父特别开示说我们今后的方向就是要来我们的，对师父在教的就是16法缘与48大愿。其实说要我当主持的时候，我就说我们本宗门这个16法缘48大愿是一个非常非常让我很感动，又觉得说应该大大的来宣扬，让大家更能够清楚。所以我带了很多给我们师父以前发给大家的，就是我们博士班的这一张图表，又漂亮而且又清楚。所以我在心理上一直讲到今天，我一定要把这个16法缘跟48大愿一定要讲出来。结果师父就是说我们今后的方向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说将近30年跟师父结缘很安心很快乐，说原来我跟师父是很相应的可以说有那种师徒有那种心那个内在的那个默契以及印心，所以也谢谢师父说那那个正量呢，让弟子都在心里头说师父的人我们本宗门的方向呢，起码我想的会跟师父这么印心，所以一直很开心。说本来我就是要准备来跟大家来，我们大家一同来讨论说我们如何来落实，来能够完成。那个由我们就是文心圣教世界和平大法轮，法传再道，法轮常转，文心圣教48大愿，这一个我大概是来做一个简单的，我们来重新的温习，来复习，让师父了解说弟子们大家心中就是有师父给大家的鼓励与要求，我们来落实，今后方向就是我们落实来做。那至于说五官呢，我们想说我们来复习说今天要讲的五官那五官呢，我们从我们的法界观法界观呢，就是师父说这是天人智慧，所以法界观呢，我就特别也再复习一下，说发给我们五界观的一本书就是好多同修我们的博士班的同修写的，
然后第一个让我很感动的第一篇，就是中港道场写的那个法界观，讲到法界啦，我们叫法界众生，上有在天空飞的，那再来有地上爬的，地上走的，那还有水里游的，这都是在法界众生之一啦。所以那我就想到说，在法界呢，你能够给法界众生所最有缘的，不管是都是有生命的，不管他是在飞的、走的、游的，如何让他们能够得到跟人类和平相处啦，不要干扰到我人类的生活。所以从他在讲到，就是我们中港道场设了，就是为求超度这些烟灰软动啊、五阴杂类哈 这是如果没有天人的智慧，就是师父的教导，如何来成立呢？如何能够来安抚呢？如何能够大家那所有这些五阴杂类呢？能够来回归净土呢？这都是真的是天人智慧。所以我也准备了，本来东港道场在讲的就是从地煞讲起，地煞讲起就是这些五阴杂类啊，我大概做一个把大家再提醒一下啊，师父无所不能为众生来做这么多的工作哈。所谓地煞呢，就是要这些所有烟灰软动五阴杂类要如何来让它能够往生净土呢？师父教了第一个让他准备，要中港道场来准备了，这很让我们觉得很感动的，什么东西都要72份啊，从我们要准备说从的他的那个寿金、福金、太极没有太极金、素红金、普令、高级，拢爱72张，我们就知道36天罡72地煞，我们会要引动这些在地上爬的啊。所以准备了72份呢，然后呢，还有北壁，还有壁虎，就是一道一以及一切，所以要准备这些呢，就是七十五来禀报玉皇大帝，说，要把这些五阴杂类因为软动呢，让他们也能够仰仗佛力往生净土，不要在地球上扰乱了很多。那个，因为那中港道场，所以说每一个人的行业选择的行业，关系到他今后人生的安危与前途啦。因为伊是伫卖中那个农药，所以说也是间接的杀生啦。所以个性讲，咱那有滴食着肉啊，食着鱼，这嘛是间接的杀生，都要一起来共同来分担，说如何来让这个地球能够平安啊，能够一切顺遂。所以准备了也要这都是我们龙玉皇大帝师父教他说，文说用品一定爱拼玉皇大帝是这样。然后呢，把这些东西就是讲，咱所准备物件小小的然后干嘛搅一搅然后呢，要我们同修呢，所以同修对师父高大的慷慨是多么的认真，到全国各地。来飞洒，来撒上在这大地，好在我因杂类缘会软动，一张酿掉这样的给他的普施啦。所以说，那这不是那不是有师父师尊的指导，那哪会晓啦？同修嘛，足熬的呢我安尼专心要会嚼，因为那所以他们就依循什么？大家可能还有印象，伊得依循那个点灰条啊。然后点位条他注明得很好，哪个地点点位条号码来分布，说每一个你到哪一号哪个地方去，所以全省很快的时间把这些供养的灰宝呢全部撒在大地上，让大地这些五阴杂类烟灰软动能够享受到师父给他们的供养。所以然后呢，就在这个就是佛因仰仗佛力往生净土了，这是第一个让我觉得说，这吼法界法界观真的是天人智慧才有办法
让法界众生那么平安吉祥了哈。再来要他，我们东港道场那种气味，他有八卦炉啊。哦，这每一样都有他的殊胜因缘呐、啊。所以这个冤会转动五蕴杂类呢，师父说啊，又以讲这八卦炉安好了后呢，七天一拜，哎，七十二杯水啊，那三十六杯米糊，这个都有天地数了，就是要圆满哦。啊，108哦，然后呢，爱在那个大时，咱大时什么时，大家应该知吧？子午卯酉，在子午卯酉的时间呢，啊，必须把这个檀香点燃，然后呢，然后把这些做供养，那每天要送很大的一部经，啊，往生西方极乐国土，就是《活说大阿弥陀经》，每天要送一部，这样连续的一段时间都是这样来做。所以我想是所想，每一个我们维新圣教派下的所有每个道场、每个住持都有他的殊胜啊，他的工作来如何利益众生呢、啊？这些工作呢，如果没有像师父这样有天人智慧的话，我们能哪里想都想不出来的安和世界，我们的目标让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在在都是表示了这些法界众生这个智慧了。安八卦炉以后呢，还有要设四生堂了。哦，四生堂哪四生呢？卵生、胎生、湿生、化生。这四生呢，要安怎就仰仗佛力。哦、那修行懂了后呢，用中佛力，好，因一旦有一个所在归依处，然后转生极乐之净土。所以含这的安五音十类呢，啊，都能够啊，能啊，安尼领到师父，哎，好，因舒服，好，因一旦往生净土。所以那时候我们常常在讲，哎，好像很有效呢，就放糖较少呢。啊，用有看没用啊呢？你看，这都是在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师父的法的殊胜呐、啊。哦，那法界观以后再来是宗教观，那宗教观就是尊重生命，让我们师父教导大家说，我们如何能够祈福消灾啊，诵经拜佛，张扬福慧，让大家过得平安。所以这宗教观呢，就是尊重生命啦。哦，再来就是那个国际观。国际观呢，你看咱我们维新圣教呢，不管软体、硬体的电视，还有现在视讯，还有很多的网络啊，已经进步到那无远佛界。我就想到哦，古早都一句为无远佛界。因为我们能够已经达到了世界各国要听师父诶开示，要听师父讲经，你看电视一打开，电脑一打开就能够听得到了。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我们维新圣教师父的睿智与时俱进呐、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大家也很感恩。每一次，那你当你静在静静思考的时候，就觉得我们此生呐、啊。真是已有容颜呐、啊，幸福的不得了。每件事情我们都落实，师父都已经在我们还没有想到的，已经在做的事情了。所以说国际观呢，再来就是还有我们的那个人文观。人文观呢，就是品德教育。我们这么多的，可以说每个地方都有设了我们的教室道场，那。等让大家学修，让大家能够知道我们的开展我们的智慧，如何处事，如何做人，如何来为社会服务，让社会平安，国家安定，进而就是天下太平。这都是朝着我们啊一步一脚印，师父的领导，我们真的是欢喜纳受了。再来，我们的第五个就是清净观，这是我们推本宗门的强项。就是易经与风水，要清净，无烦恼才有清净啦。你若有烦恼，讲你安尼修行修偌好是无可能啦。哦，师父常讲啊，你要打坐，你若今仔日你约三点半，你嘛坐袂着。啊，咱若讲囡仔拍拍走，人头头讲啊，恁囡仔无来读书，哦，那你就烦恼，真的是烦恼能够证菩提吗？你要有方法才能证菩提。所以我们的易经呢，开展了大家的智慧。我们的风水呢，让大家平安，所以这五观我们已经是非常落实在做了。那延伸到师父更细部的，延伸到就是说，我们十六法缘，然后呢，
就是四十八大愿。我想在座大家都会讲得很精彩哈。那我把我们十六法缘总共有四十八大愿，我把它报告一下。我们第一个就是宗教，我们宗教里边呢，就是有教我们常常我们做的水陆法会啦、祈安法会啦、消灾化解啦、还有梵呗学院的带动啦，再来就是往生的助念。这个往生助念，我们这么落实，说每一个道场都能够闻声救苦，给他华喜带动到让亡者能够听经闻法，放下世间的烦恼跟着到活菩萨、到活的净土去。这是我们的那总共就五项我们的宗教这个的十六法缘的第一项宗教，我们就有五细项。那再来就是教育。教育可以说我们师父一直以来比政府还早，说终身学习。所以我们现在你看从八大贤士一直进步到还有就是还在不断的在学修啦。所以我们已经有总共教育呢，我们有八大项，就是我们的微心博士班、我们的微心硕士班、还有书信班、还有世界华人易经心法班，再来是大专暑期班，在儿童学易经，还有我们的微心圣教学院，还有社会教育，我们的易经大学，总共有八大细项每一项我们真正落实在做呢再来就是法人就是一个团体。我们的团体呢，很多都是必须经过政府的许可认同，尤其是我们微心圣教功德基金会。首先我们在八十几年就成立了功德基金会。再来就是我们的鬼谷子学士研究会，再来是我们的和平促进会，再来是我们的中华民国联合祭祖。这总共五细项。再来就传播。那我们的传播事业呢，所以说一个宗教家能够成立到那个软体的能够成立了电视台，非常不容易啦。我们有传播呢就有三个细项。我们文化传播就是很多的结缘书籍，再来就是全球资讯网，再来就是微心电视台，这三大细项每一项我们落实都在做的啦。再来就是见识纳贤，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的各道场，全国各道场跟教室合起来大概八十几位八十几处能够给大家方便。所以以前呢，我就跟师父报告说，师父我们道场可以加接，那是不是师父会忙得不可开交？师父告诉我说，一个道场我得为被照顾这个地利过来道场红红边，如果这个道场让信徒进去有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的让他清净，让他能够吸湿，这是就值得了。为何大家的心情会轻松，会当有所依靠，没烦恼？所以我们的整个就有这个就是见识纳贤，我们就分了有国内外的分道场本宗门的道场，还有我们八卦圣城、我们长吉山、中本山，再来分寺，就是三细项。那社会服务呢，我们落实的社会服务有四细项就是我们各分寺道场每个法师讲师为众生有缘的众生来服务。再来就是财团法人功德基金会的会友的服务，再来是我们的爱心团。这些每一细项呢都是我们在落实在做的。所以师父说一定要把我们的四十八愿一定要做得更彻底、更透彻，让把这一个好的方法不管台湾国外我们来这样来做，希望说世界和平、天下太平的脚步会慢慢的会每年都在增长啦在进步。在第三个就是我们讲到所以为了为国修道那为国修道呢，说我们讲到为国修道，你看唯心是宗为国修道立人天圣教真言为民祈福定太平，这是师父教导我们一直给我们的训练，我们心中充满的
就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这是我们的本愿，也是我们的志愿。我们真的是再次，我们感恩师父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目标，让我们能够落实来做。我请大家很感恩的心为师父来鼓掌。再来就是，为民祈福。为民祈福呢，我们有全民念佛，还有我们全民诵经。每年呢、就是每年我跟圆道法师，我们功德会的很多同修啪啪走，从南到北到花东。那今年师父说，大家已经念得很不错，很有把它念经是我们的本业，好像吃饭上经读书当然本业啦，所以今年就不必说很勉强的，你一定要两个打，相信因会达到。所以今年的基数就是我们明年老祖师尊我们要禀报的，要达到几步呢？就是本来1500万步少了三分之一，就1000万步。那这个讯息公布出去，所以我现在每天，昨天就开课了哈。我跟同学讲，免甲你勉强，但是你一定会达到。你跟去年所念的数字呢，减掉三分之一，一定都达到1000万步。那不必每天这样催，让你们把它，这是我们的生活了，也是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啊，希望在座每一个的法师回去也告诉我们的同修，今年师父讲，卖甲恁催，主动的。过卡讲啊，意义过卡深远呐，哦，这是我们的那个祈福的事情哈。在总共有2项，那弘法电视弘法、国际弘法、国内弘法，哦，今年开始在启动了。我们和平促进会举办了好几场了哈。好来，我们的出版社这是一样。再来，我们的规划院就是建设规划，我们的规划院，我们包括生成规划院，文化交流，我们最落实了，现在。开始已经开始在做，你看我们五月五的那个老祖金身的接曼，有十几个国家200多个人，来参访，来想要说能够能够领得到、听得到、闻得到、能够接受得到我们易经风水的妙法，这是多么不容易啊！外国尤其外国的很多，那韩国的都是百年以上的一个老师，还这么的欢喜心，这么的积极，你就知道易经风水多么的棒啊，多么的让人吸引呐、所以我有时候我们近朱兰之室啊，久闻不闻的，久而不闻其详啊。所以大家看到这个样子，师父也鼓励看看国外人那么的认真，这么的踊跃，这么的谦虚啊，那我们真的是感恩再感恩啊，师父的远见啊。再来就是我们的共修，我们共修呢就每个月有一定的时间啊。再来就是成就唯心净土，保护大地，弘法，我们的弘扬风水学，让大家不要该开花的不能够，这不能挖，只能添不能挖，让大家能够了解到这样。而且这也可以说全世界可以说无人能比的师父能够点穴，这个穴场的重要大家都知道了哈。所以是这个我们的保护大地这么的落实了。再来成就果位，就是最后的成就果位，总共有3项。所以成就果位呢，有我们8大贤士还不断的学习，还有就是圆满的我们唯心贤士了，回归自性净土。所以总共16法缘、48大项，这项项都是我们的目标，项项我们都落实在进行中。所以也可以跟师父报告说唯心弟子是可爱的，唯心弟子是听话的，师父的指示我们都一定够非常欢喜来接受。我们所以今天呢，我也很谢谢我们6位来主讲的同修，一定会讲得很精彩，让师父现在已经平衡了啦，因为台北慢一点了，慢5分钟了，还是继续了，不要办了哈，都到了啦，因为台北同修慢一点点了，我们都慢了都不好意思哈，好，谢谢各位，今天简单这样来叙述一下，就是重新温习师父的指示，师父的教导，我们再次感恩，谢谢我们了解到我们本宗门的当下以及未来的方向，再次我们更感恩师父的指导，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的聆听啊，谢谢阿弥陀佛。